打官司，虽然生下官司赢了，但是商人总先要有个说法。支票拿着吧，就算是生下的天意。 这数字倒是挺诱人的，但是我亲的是他，我还是希望他来保全。你还真是无耻。嗯，好，好。那这个呢？ 30万，看来你惹的事儿不小啊！说我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想让我怎么帮你？哎，烧杀抢掠的事情我可不干。这笔钱确实用来雇你的，不过我的法务都是由 Alan 来打理的，所以就暂时不用你费心。我希望你拿到钱，离盛夏远一点。 你说什么？这就是因为我爱她，我爱她的方式。你爱她的方式？我希望她嫁给我，但是有心怀不轨的人总是在试图打扰她。我想我有必要为她扫除障碍，让她安安心心的做我生太太。你是说我心怀不轨？不是吗？ 从你装失忆故意接近他开始，你就动了不该动的念头。你想让我拿钱，然后滚蛋，好让你抱得美人归？嗯，没错。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像你想的那样龌龊，而且就算我对他有想法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 不送了。如果你不需要，玛利亚·杨朗愿意由一位忠实太太，应该会需要的吗？想要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吗？只要有心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秘密的。所以收下吧，别跟钱过不去。 你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就能帮助一个女人？只要像你这样难缠的人远离她，她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有所有人想要的一切。Take it or leave it, your choice.